两千万漂白，付两千万假复合小禎。李进良这样回应。李进良，阿良，去年多次被报道和小禎上演大复合，小禎甚至表示阿良开口要他搬回居住，也想再生小孩，关系似乎回复往日甜蜜。不过阿良日前向本刊坦言，两人其实很久没有性生活了。因此一媒介盛传小禎频晒恩爱，是因阿良给他两千万元演出夫妻和睦戏码，想藉此转移农历年时诊所发生抽脂病患死亡意外新闻的焦点，拉回流失的客源。